我的庙是名字叫禅宗寺，我的名，我的法号是叫知缘，知会的知，缘分的缘，我字号叫缘者来。我的很多人叫我随师啊、李师傅都比较多。我们设立禅宗寺呢，主要经营是以大众为主，随师大众现在很多的压力没有得减压，尤其是我看到很多小孩子他们很叛逆，家庭出现了很多问题，还有工作方面也是有很多的问题，所以我目的是开住这个佛堂给人家来咨询，来问我，所以是说我可以帮他们，就比如讲人家忧郁病吗，还是人家随时失眠呢、啊、还是如果人家随时家庭有问题的问题什么东西，我都可以帮忙他们解这个问题。我可以帮的东西啊蛮多的，最要紧的是帮人家家和万事兴，因为很多现在叛逆的孩子很多出现了的，因为他们叛逆，因为父母不懂孩子要什么，所以孩子跟父母之间沟通不了，所以说我可以帮忙他们处理，因为这个最要紧的，如果家一和什么好，问题家不和就不好，所以我可以帮他家庭和气，我也帮他，我也可以帮你们工作顺利，工作怎么贵小人变成贵人，小人变成你的贵人，我也可以帮你学读书怎么集中精神，帮你的东西非常的多。OK， 所以你们这里就是有没有啊跳神？我们这边呢是没有跳神，我们是叫通灵。通灵就请弥勒祖师爷、弥勒佛降临，他会附在我的身上，之后我自然就会关注眼睛，弥勒佛就会指点迷津，会讲这个讲那个，指点你们很多的保佑家庭，还有跟你们加持很多很多东西。我这价格呢随红包随烟的，最要紧是要帮忙到小孩子他们，因为现在小孩子比较叛逆，很多叛逆的呢，最要紧帮忙到他，所以我们红包随烟，所以可以来求弥勒佛，弥勒佛可以指点迷津，请弥勒佛下降了之后，他会讲出很多的解除你们的问题，你们心里的压力的障碍啊，包括小孩子为什么他不读书，为什么叫他东他偏偏要西，为什么我们都会给你处理好。我们有缘呢，我们一定会再见面、哦、如果你跟我有缘呢，你会来问我，我会给你满意答复，那我们就到此结束。如果你有什么疑问的呢，不明白的呢，请到禅宗寺来找我，我在这里等你，欢迎你们。